本来寻思新年之前我们出去聚餐，后来呢就是说要尝尝阿姨们的厨艺，所以我们准备是在家里聚餐，一人一个菜，是吧？你家一炒菜好吃，确实好吃。你也得炒。这一个是，我切冻了。跟我学呢，那还有你比我强，你还能炒个菜？高阿姨，你不能抢我妈的，不能切冻的，除了切冻的。花生米。没有花生米。炒木耳。行不行？可以不？这整那么多干啥呀？拔个菜，这个可以。你看，不说话等于默认了。可以。嗯，这厨房有点小了。高阿姨切这土豆丝儿真挺细的，这小刀工。凉拌土豆丝儿哈，大娘。凉拌土豆丝儿，我愿意吃这个。对，鲜口。酸甜口的还是啥口的？咱是辣。辣的好。这小色儿看着真有食欲啊！大厨的排骨出锅了啊！哎呀，色香味俱全呢，张阿姨，你这是还差点绿色，差点绿，一会儿再给来点绿色。人漂亮，做的菜也漂亮，鱼也出锅了。哎，这鱼真漂亮。嗯。看做熟了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！这鱼你看看，这么大个鱼籽，预备。我高阿姨一人一罐儿，好，一人一罐儿，不是一人一罐儿啊，跑不了。高阿姨你自己要一人一罐儿的，啊，就这罐儿，不行就这罐儿，我们家只有这个罐儿，这一罐儿。今天你们一醉方休，没事。是我高姐说的，说的那个一人一罐儿，那谁也跑不了。我喝一罐儿，他给我拿这么大个罐子。喝嘛，这个好喝，你们去尝尝。要不咱俩喝一罐？那不能卖酒，不行。同意。不行。同意了，同意了。入座，快点儿。来来来，坐。哎，大家共同努力一下，一桌菜，色香味俱全。哎，真漂亮，这菜真的。来，坐呀，嫂子。来，站坐，辛苦了，嫂子。坐坐坐，还有饮料。对。辛苦了啊，辛苦了，一醉方休今天。哎，这我帮你说就行。还有啥拿过来。对，我妈想坐炕上。高了，行，高，高，来，你坐一个凳子，行，行，高了，行，高了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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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买呀！我的，不能让员工喝酒，员工给你发现没？卖两杯出去。原来张阿姨的套路啊！套路，我喝饮料，我喝饮料。饮料到了，我喝饮料嘛。你怎么喝饮料？我一会儿要送他们，我开车。啊、万一都喝醉了呢？是不是？得有一个清醒的。可不是，加气。我打车，我打车，万一高阿姨受不了。不行不行。那个小姐，你喝点啤的。不是，我不喝。我吃。这个你看，这色儿跟那啤酒差不多。嗯。来喝一杯。那讲讲一下。那老板在这儿呢。明天就正式给你们放假了。咱们今年那什么。你们都辛苦了哈，真的啊！我谢谢你们，来，谢谢我嫂子这一年里待我这么好，你看你们辛苦了，干杯！多多发财啊！谢谢，咱大家都多多发财，大家兴隆啊！谢谢谢谢大娘，谢谢谢谢，大家都一起发财啊！谢谢。张阿姨的鱼，做的鱼，嗯。秋炖排骨，这是高阿姨做的虾。嗯，然后我的口水鸡，啊，这个是张阿姨的蚬子，啊，大娘的凉拌土豆丝儿，啊，嗯，来吃吃，来给我给我给我，我来我，哎呀，我高阿姨也干了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哎呀妈呀，都干了，你俩辛苦了啊！说句实在，你俩真的没少操心。我嫂子带我们都可好了，完了再一个我今天干了啊，因为你们那啥忙这一年当中，你看他俩真没少操心，嗯，都是自己家人，我就按看搁这干活就当自己家里人，应该的，嫂子来，哎，那我话不多说就干了啊，来嫂子来，你们也干啊，来彪哥，谢谢你们啊。
应该的。哎呀，就我们那是拿这当自己家活一样。俺们都看出来。我妈从来都没干过一杯，我从小到大。今天开心。高兴，高兴，嗯，看点点吗？我再倒一点。咱俩这干活，我也高兴，天天都开开心心的，像洪家这生意弄好，我也高兴。玩一包子去，喝酒啊？没事，大伙儿咱一起喝。一个人喝啊，从来没喝过一杯。哎，你看娇姐做的菜多好吃。来嫂子，我来，我来，来，我这边我的，这边我嫂子，我掂量掂量，看看多少酒。老大妈呀！给我干那么多活，我倒杯酒啊，咋的呀？啊，我给我家老头了，感觉出来这头一你知道吗？我嫂子十几二，一喝完酒哈，他脸红扑扑的。我从来都不这么喝酒，哪这么喝？你看怎么的？你迷糊了吗？高阿姨和张阿姨辛苦一年了，这样。我高阿姨、张阿姨，你看人俩啥事儿没有呢？太辣行，非常高兴。对，喝酒酒都是甜的，满意的，真为了开心喝的。再来一杯。那可别，你喝两杯呗，连干两杯是不是？就一杯。哎，一会儿你们套圈，你们别看黄影了啊，别喝太多。要不咱套完再喝。喝圈不耽误套圈。没事，咱就一块钱一个圈，实在不行我降五毛，是不是？随便套。那不行，那多多少少得要点哈，你要一毛钱那也是。来一块钱。